您早啊，我们想到女人街买些东西，不知道可以乘哪一路公共汽车呢？你早，可以乘六路车。请问车费是多少呢？要买票吗？成年人要4.3元，小孩要2.2元，请把硬币投在箱子里。我们想到女人街去，在哪一个站下车呢？第5个站下车，请你靠前坐，我会提醒你们下车。谢谢。不用客气。